第二天怎么着？还是这样。老太太，想吃什么？不说话，是熬鱼啊，炖肉啊，啊，干炸丸子呀、啊，嚼不动啊，会会啊，反正让这老太太吃好了。孙男弟女啊，围着老太太团团转。老太太一绷脸，大伙儿就赶紧都躲开。呵，好了，这一下行了。老太太在这儿住了，没有四天，老二那儿知道信儿了。怎么知道的？大小子去说去了。我们奶奶走了一个多月回来了，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。我爸爸说了，让我们孝敬奶奶，别招摊生气。得，老二知道了。第四天，老二来了，进门，妈叫完一句，坐到老太太对面。妈，你好啊，妈。老太太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毛病啊？你跟谁怄气了？我跟谁怄气啊？谁跟我怄气啊？我也不欺负人家，人家也不欺负我，我是恨我自己呀、啊。恨你什么呀？恨什么呀？恨我落这骂名啊！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，人不骂我吗？同是您的儿女啊，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，不上我家去啊？老太太一听啊，我不去呀、啊，孩子，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。啊，你才给我熬粥喝，你们喝不上粥啊？那是那几天呢，现在缓起来了，走吧你，把老太太给拉走了，抢了去了，抢了去了两天，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，到了二爷家里头，一瞧老太太没了，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？孩子也传过去了。呵，简断截说吧，你也抢，我也抢，他也抢，今儿这儿住三天，明儿那儿抢去了。好吃好喝好带上，孙男弟女团团转，就这么抢来抢去，溜溜抢了二年半。这天呢，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商量商量，咱们研究研究吧。老二老三，咱别这么老抢啊，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。抢什么呀？咱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？干脆开门见山，听见没有？咱们这样得了，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，在谁家住，谁家对老太太好，老太太当然说话。现在不提，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，老太太快死的时候，老太太提说谁谁不孝，那些东西不分给他，谁对老太太孝，老太太不招出话来。老太太一句不说，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，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。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，没别的说的，这东西就没他的。这主意怎么样？咱们不抢了。对对对，就这么样吧，看谁对老太太孝吧。得，打这儿起，老太太更得劲了，谁敢不孝啊？呵，这个吃这个，那吃那个，那买这个，一会儿买个蜜柑橘，一会儿来个萝卜，老太太不能吃，杂汁凝水，这就想了特别的主意。尽孝，大伙儿可都尽孝，可就有一样，嘿，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，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，都是憋着一个字儿，让老太太死，早死。六个人心气都一样，就盼着老太太早死。那怎么死完了一分得了，完了。可是老太太啊，不死，不单不死，身体倒结实了。那么说怎么结实了？您看怎么结实了？他这里头有三大原因呢。头一样说，七十来岁的人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想这样东西就到手了。头一个结实原因。第二一个原因，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围着团团转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身体结实了。第三呢？第三更好了，您琢磨琢磨，身上带着四十多斤喜饼子，那玩意儿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，更
结实了，倒不死了。不死可是不死啊。老太太那天呢多吃了点鱼啊肉的，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，不合适，不合适呢又喝了两口乌土水，糟了。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，老太太心里明白，七十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。老太太一琢磨，不好，这拉三遍隔不住，一会儿我一趴下，我这照了不过来，他把这东西解下去，拆开一瞧，得，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。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墙闸上拄着拐棍出去了，都没起，老太太起来出去了，干嘛？找街坊一小孩给了1块钱，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，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，干嘛？接老姑娘去了，老姑娘好想主意，怕这个东西顾了不过来呀。老姑娘没到10点钟，老姑娘就来了。老姑娘进来一瞧啊，好嘛，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，二爷正又接进来，老三也进来了，大爷请他中医，二爷呀请了中医跟西医两样，老三更甭提了，请了仨人，中医西医额外还请了个乔香的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来了，这都瞧完了。二爷这说，哎，老妹妹也来了，正好正好，那个什么，你们老妹妹、大爷、老三，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，还是给老太太按照中医这方子抓药，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，我马上就去抓药去。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，老大站起来，别，先别忙别忙，我先别去，我有几句话说。这什么，老妹妹你来了更好，你要不来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。今儿个我谈点事情。别看我们哥仨虽然分家另过，可有一节亲弟兄，一父之子，一母所生，一奶同胞，脚蹬肩膀下来的，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，亲哥仨吗？啊，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，你们呢？你们哥仨得帮我这忙，为什么呢？别让我落这骂名，我是怕落骂名，因为什么呢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我是掌门长子，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，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。哎，当然呢，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，病在谁家也没说的。不过有一节，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，不在我家，我这掌门长子，我这骂名，我怎么担呢？我担不起呀。这没别的，我去啊雇辆汽车去，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哥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忙，你们愿意去呢一块儿去，他们妯娌仨姐仨愿意去呢也一块儿去，听见没有？我这儿呢，你们要不去呢，过几天去也成，再不然我接你们啊，我雇车去了。说着话往外走，呵，这位二爷稳当坐着那儿捋着小胡子，咂着滋味听大爷这话。大爷说完了，二爷站起来了，哼，大哥好，哈哈哈哈，这个话太光明了，太磊落了，好，哈哈哈，不行，告诉你变戏法啊，咱别蛮敲锣的，甭来这套，接回去，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消化，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，干嘛呀？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，这就是我小子走运，这就是我的运气，想弄走休想，就在这儿。老三也窜了，二哥那不行啊，那我们怎么着呢？这么一嚷，老妹妹站起来，别让，听我说，对，听老妹妹的，我说，你们不怕人街坊邻居笑话吗？你们这么嚷嚷，你不就为老太太要来那点东西吗？
那不能，不能什么呀？不能，不就这事吗？还瞒得了我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，在我那儿存着来了。怎么弄过去的？跟你们说实话，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。这句倒是实话，是跟着嫁妆过去的。他40多斤洗去，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？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，跟着我嫁妆过去的。这回老太太呢，非要拿走，我不能留啊，显着我爱财是怎么着？老太太意思要拿走，那么着，他就围回来了。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？这干脆，我出个主意。当然呢，儿分家，女有份儿，是不是？应当，每人一份，每人一份。我这闺女也得请受一份，甭瞪眼，我不要，分离好死我都不要。我不要可是不要啊，听明白了，我可有主权，我有分的权利。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，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，老太太病得这样，这么大岁数，人不禁折腾，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？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？这个这么办，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。二哥您去找个箱子，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，如果没有毛病，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，搁在箱子里头，锁上锁头，钥匙我拿着，你们哥仨贴上封皮，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。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，她要愿意围呢，再围上。干嘛说这话？还留活口呢？啊，恐怕回头那不让围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好了好了，还得围。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好了，他想围还得围啊。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说是真死了的话，这东西我给分。我分我怎么分呢？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，谁对老太太尽孝尽的好，我是公平交易，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，我是分离豪私绝对不要。你们看这怎么样？大爷一听，哎，这主意也好好，那么找箱子吧。二爷说，好了，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，铁的保险柜的，打开，钥匙呢，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，装在腰里头，贴着肉的地方装起来，缝上了。行了行了，啊，就这样吧。来，你们都别动手啊，动手不行，我给老太太解。解不开，怕戏法变漏了，拿剪子来，绞。拿剪子把这袋儿嘎噔嘎噔绞开了，来来来，帮我搭，搭着不要紧呢，搭着也漏不了啊。搭起来，老大老二谁也憋着抓一把，掂掂多沉呢。四人搭，呱往箱子里这么一扔，好几十斤重，咵嚓一下，呵，老大老二，行了行了行，还写封皮吗？哎，你们哥仨都写好，一只箱子仨封皮，一人写一个，一人写一个，写好切的咔嚓一贴，哎。就是我这话，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尽的孝大，我就多分个谁，反正我有这主权。这么一句话不要紧，得了，这哥仨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，中医呀、西医呀，什么贵重药品呢？糟了，他胡吃啊，不该吃的也吃啊，牛黄清心丸呐、牛黄安宫丸呐，他没到那个寒大了他还吃那个，呱呱这一打，糟了。老太太干脆说吧，拖了40多天，老太太死了。老太太这一死办事，先说这大爷，大爷怎么样？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。什么棺材？金丝楠挂阴沉里子，要铺盖整部的陀罗经背，底下铺金盖银，往那个这个身底下压着这么大七个大金钱，还有这么大七颗珠子，凭他那点家当不趁了，怎么这几年花得够瞧的了？这回呢，这回把房子当出去了，当房子发送妈妈，您能说这不孝吗？孝吗？老二呢？老二也不含糊，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，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，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三根白沙糕，过街牌坊上写着仨大字，当大事，
要搁七七四十九天，借一天念一棚经，僧道黄泥全都有，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，花四格七侠段都穿这个，也够巧的。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？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，那东西怎么分呢？那个纸人穿真衣裳，笑，也没那么些钱了。他这房子卖出去了，卖房子发送妈妈。三爷也不含糊，三爷讲的是64人杠，换三班，剃头穿靴子，对齿穿孝，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，还有产马当钩，鹰狗骆驼，松狮子，松亭子，松豪，松鹿，松八仙人，四堂花柳，四大座，炉亭影亭，官轿跑烙，后头还有家庙，呵，阔。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，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？1个月200利钱，给200利钱，下月还给200，你不还每月老给200。您想想，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，那能说不孝吗？可就够孝的了。哎，孝可是孝，就一样，这白事办的，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。怎么纳闷儿啊？这不是这么孝吗？哥仨妯娌仨，小孩子不提了，小孩子不懂，不知道，不哭不哭吧。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，不哭也没关系。这哥仨没有一个哭的，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，这哥仨不单不哭啊，而且走道舔胸叠肚，和颜悦色，嘴里还哼哼唧唧。这个街坊邻居呢，就有人好些个天了，怎么老不哭呢？有人要问，哎，我就说一回啊，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，省得我个个问，问谁也回答这套话。比方说吧，一问二爷，街坊一见呢，呵，二爷，这棚是办的啊，露脸呢，露脸。二爷捋着小胡子，谈不到露脸，妈妈死了，罪孽，罪孽甚重，罪孽罪孽。若有所思，捋着小胡子，二爷，我听说您钱不富裕，把房子卖了，发送妈妈了。房子卖了算什么呀？发送妈妈应当的，尽孝啊。好好，像您这样尽孝真少。哎，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。可是您怎么不哭啊？得，这句话一问，当时就掉脸儿。哭？什么叫哭啊？我哭什么呀？不是，妈死了，妈死了，妈死了，我能哭得活吗？如果说我哭死了，把老太太哭活了，我就哭，哭不活我哭也没用啊。那也不对，他您不哭，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？废话，乐，妈死了，我当然要乐呀。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，这叫老喜丧，你懂不懂啊？70几岁人奔80死了，这叫喜丧，喜丧吗？我不乐，这没这规矩，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跑这儿挑眼来了？明儿你妈要死了也照这样发送，算你露脸，算你对，哪儿的事啊？得，顶头一顶，把街坊顶回去了，不敢问了。谁问也是这套，问大爷也这套，问二爷，问三爷，妯娌仨，你问谁也这套，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。要根没哭？没哭。倒头时候没哭，入殓时候没哭，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，盆子一摔，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，得哈哈呀，这都没人哈哈，没，根本没哭，盆也摔了，棺材出去了没哭，直钉到坟地，入土为安，下葬以后还没哭。买好了以后，哥仨
摘下帽子，连轴了仨，脱小袍子，大家这么一脱，脱完了，大爷这儿就过来了。老妹妹呢，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。老妹妹，老妹，走了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回家。老妹妹，稳当，坐在那儿，回家，回我的家了。我这几个月，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，我得家里休息休息了，回我家吧。哎，老妹妹，那哪行啊？不能，无论如何您也得跟我回家一趟，回家一趟，有点事办完了，您带走啊，过两天我给您道房。甭说了，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？去，派个人去瞧瞧去，那封皮动了没动？没，出来时候我看了，封皮没动啊。封皮没动，那就没有我的责任了。钥匙在这儿呢，我给你们钥匙，你们分。我有话说明白啊。我说了，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，这东西多分谁。现在呢，我这么一看呢，你们仨人都孝，啊？你琢磨琢磨，卖房子罚送妈妈，能说不孝吗？借家衣力钱罚送妈妈，那能说不孝吗？我能说谁呀、啊？我能向着谁？我谁也不向着，没偏没向。这你们哥仨都笑，你们哥仨三一三十一，每人一份。我说了，儿分家女有份，我是分利毫丝不要，当然我绝对不沾。只要那封皮没动，没我的事。钥匙给你们，你们哥仨分三份，我一字不要。你们好好分，别打起来啊！大爷一听，呵，老妹妹，女英雄，女英雄，好人哦。高人，哎，得，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，我们上车，我们走了啊，过两天给您道谢，一直回家了，到家哥仨妯娌仨，眼睛都发直，心里不定想什么呢，到这儿一看，那箱子，保险箱子没动呢，封皮，撕开了，拿钥匙一开箱子，往外一搭，呱，往炕上这么一扔，过来拆，多麻烦呢。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，有拿刀子喇叭，嘁哩咔嚓，嘁哩咔嚓一拉，往外一倒，哗！大爷一瞧就愣了，哟，一点黄的没有，全是白的。哎，得了，白的也能打点饥荒。哟，这是银子吗？这一说是银子吗？三儿机灵，银子没错，我知道银子。拿牙咬不动，一说拿牙咬不动啊，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，搁嘴里一咬，往外一瞧，哟，四牙印儿啊，血饼子呀，妈呀，妈，绝了得了，妈呀，你损透了，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，要了命喽，活不了喽，哥仨妯娌仨哭声没完了。街坊邻居一听，这家子什么毛病啊？这是，啊，倒头不哭，入殓不哭，摔盆都没哭，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过来劝劝吧。哎呀，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？妈已经死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活不了。什么活不了啊？您不是说的吗？老喜丧啊！是啊，老喜丧啊！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？哭账呢？